是有一点喘的。真的是到了吗？你看这么陡。我们来到了这叫 Bukit Senorang 的马斯拉禁区里面。这边有一个斜坡，蛮斜的，我爬了上去。是有一点喘的，因为这里是一个斜坡上来，然后现在应该还好到了平地了，又另外一个斜坡了。你们还好吗？很累了，很累，还开始就累了。我也很喘，很累啊。不过很陡斜，为了看云海值得的，希望今天运气好可以看得到。希望。对。对了，该忘记看时间。你们有戴手表啊？现在是几点了？7:30。现在是7:30，然后看一看爬上去的时候是几点。听说要爬45分钟才能到，所以看一看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可以爬上去。累了呢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，可是呢我们为了赶时间，所以我们不能坐。所以我们要继续加油。路途中又加入了一个新的 member。 好，在这里呢可以经过橡胶园，你看这也是橡胶树。真的需要经过无数个斜坡才能到达目的地，我们需要加油。听说过了这一个就差不多要到了，也不晓得是不是，总是感觉以为要到了，可是还是到不了。然后这个会有一点点，也其实也没有一点，其实还是蛮陡的，好多个斜坡啊！加油！真的是到了吗？你看这么陡。虽然有点危险。是，终于到了。可是好像今天没有云海，只看到一点点而已。没有，平时的云海是非常的漂亮的。
赛道来了，可是呢看不到云海，还是有点失望，有点遗憾，希望下一次来到时候可以看到云海。所以今天也只是能给大家看一看风景，风景还是很漂亮的，可是没办法看不到云海。我朋友他们在后面看不到云海，失望吗？没办法，没有缘。对，看云海还是要看缘分的。有新鲜的空气，有新鲜的空气。我们要乐观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看风景就好了。要下山了吗？好，趁太阳还没出来之前我们赶紧走了。现在几点了？我们刚才上来都没看时间呢。8:42，然后看下去应该也就只有9点多，所以爬上来大概也就是45分钟。好，现在就要下山了。下山蛮危险的，不要抓着那个绳子，要不然挺滑的，所以要非常小心。下这山，中途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哇，那个云啊，已经云蛮厚的，然后太阳也出来，要赶紧下山，要不然就被太阳晒了。哎呀，我的鞋，你看，我的鞋底已经掉出来了。两边的鞋底都已经掉了，这爬山爬到鞋都坏了。然后下山的时候呢，也是经过这些橡胶园，然后这个里边就有那这个橡胶，这橡胶树。因为在这里呢，很多的他们的职业都是割胶的，然后让大家来看一看这。橡胶园，哎，终于已经下山下到来了，啊，结束了今天爬山的旅途旅程。啊，终于下到来了，很遗憾，虽然今天是看不到云海，可是下一次还是有机会的，到时候我们再来爬，好吗？好。好，我们再约啊！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拜拜。